小水滴折射生活无限精彩。这儿现在我们现在这么黑在干嘛？我们现在已经快11点了，晚上。我们现在呢，就在看6800年一遇的彗星，在还现在还在等。New Eyes 是肉眼能看到的最亮彗星，在北半球都能看到哟。我们在一个纯的海边。这里有好多天文爱好者。对，这里好多人都拿着一个摄像机，望远镜在看。哇塞，好激动，我居然看到了。我爸爸首先是用相机长时间曝光，然后就拍到了，接着确认位置以后，我用望远镜也可以模糊的看到，然后肉眼的话呢，要在它特别比较明亮没有云遮住的时候呢，也就是可以勉强可以看到的。好兴奋啊。那个彗星有一个长长的尾巴。我们家爸爸复试一首彗星进化。当年相逢未答应，茹毛何能解风情，再见人间新模样，尽展长裙如倩影。再来一首彗星拍照。勺满银河北斗星，琼浆一滴坠不停，若是6800载，是把时光片中明。观看彗星的小 tips， 最佳观看时间7月18到22日晚上10:40到11:40，要找一处灯光较少、比较暗的地方观看哦。看天空的西北方向，大熊座也就是北斗七星的下方，最好先用相机长时间曝光15秒，这样就可以找到彗星的位置，再用望远镜对准那个位置观看，就可以看到了。如果用肉眼的话呢，是非常勉强能看到的哟。6800年一遇，在北半球的朋友们不要错过了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订阅、转发。Thank you。